8月26日，李湘一家三口在上海机场被偶遇，这也是两人离婚后首次同框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，李湘身穿白色名牌上衣，墨镜挂在头上，虽然戴着口罩，气场依旧非常强大。王岳伦则是穿着深蓝色外套，搭配白色休闲裤，背影看上去有些沧桑。王岳伦负责推着行李，李湘则是一副女王架势，两人似乎没有太多的交流。黄诗琳头戴亮片渔夫帽，身穿粉色运动装，脚踩平底鞋，背着黑色双肩包，一双美腿又长又细。许久未露面的王诗琳长高了很多，她手上拿着名牌手机，跟在爸爸身后显得非常乖巧。其实李湘王岳伦同框出现，大家并不意外。早在上海封控期间，一家人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两人经常在社交平台晒女儿王诗琳所穿的衣服和沙发背景，这明就是在同一个地方。有人猜测两人会不会为了女儿已经复合。如今来看，李湘一家三口再次同框，离婚后还能够相处的那么融洽，也算是很体面了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